又有人来看酒。啊，要看酒。啊。我这个地瓜，这个地瓜好吃。这个不是穿的。等一下吃，等一下。你好，那黄哥。人家帮我看一下。986，那儿停车重些是不是？这以前是500，酒也比以前多些。嗯。后头是500毫升嘛。嗯嗯。我那儿一瓶92年的，我拿过来一下。嗯。这是卫生的。92。另外一瓶，这瓶茉莉的。哦，另外一瓶也是92的。对，拿过。啊！哎，根哥的好宝贝呀、啊！来来来，这边你没有问题的哈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这个帮我看下，这个真香没开的是，这样从浙江过来的，哪儿看的内江过来的？看看，全程看内江酒，浙江。我建议开嘛，开不开嘛？你就这样看的，嗯，应该没问题哈。嗯，那你开来看嘛，看一看。主要是我那几个多，我想看，那我自己啷个看？我不可能都拿起来。嗯。这有好多年？有几十件。几十件，那你发财了。这些长好高哟、哦！现在长了好多嘛？900多批发价，是最新的嘛？新的190的。190。这个啷个喊我回去？我还多想。我看喷嘛。嗯。看喷嘛，看口子，没得问题的哈。就看喷嘛哈。喷嘛，给那个封口。嗯。没得问题。啊。那个，没得呀，我那有现酒。嗯。拿了我再来选点儿。要得，那之前看我拿的啥子酒？那个啊，酒的那个河南的。啊，收获。收获是吧？哦，他们喝了好喝了很多酒。啊，酒哈。他们那个绵阳一个老酒友。啊。他专喝老酒的，专喝龙井信。啊。买回去说，哎呀，相当不得了，给我回个消息。嗯。很香，非常香。你自己收藏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以后自己收藏是不是？我要不，我要喝的。要喝的嘛。嗯。要喝要稳当，我就你开箱看。要开箱看，对吧？刚才请你开箱看，哎，外表看还不行。对。刚才请你开箱看。没问题。整箱我就已经开瓶了，就对了，好嘛。因为啥子？它如果是有假哈，它一箱子都是假的。嗯、哦，这样子哈。因为装箱单对的，箱子外箱都对的，只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大家看一下。打开。对，嗯。如果是它假的哈，就全都是假的。嗯。这箱子，你看，你这是很正常的。啊。你看得很正统，很正统啊！这个日期哦，这个2020年5月份，哎，这个日期哈就只能4跟5，04或者05，06就不对了，晓得吧？嗯，就这个日期。哦，这下头是04，是不是？嗯，04就代表着箱子是4月份产的。哦、这个箱子是4月份产的，那如果是酒是5月份的，箱子是6月份的，你肯定不对头了。嗯，对，有点道理。真的哈，还有一个，还有18件，那不得喝两件吧？你别看是弯七八拐的哈，是不是弯七八拐是真的？真的啊？假就打不出这样子的，就喷吧。哦。哼。你看，有些时候因为这个打得不正，打正了的还不就是还不好啊，这个歪的，基本上嘛都行啊。
就有这种现象啊，打拳都这个黑马子体有点细。我就是这样子，三个皮子一样的，我开一箱就得了。好的。如果是假的，都是假的哈，它是一个地方过来的，烟红都没动过的，这三个皮子是一样的酒，我就给你开一箱啊，都给你开了，我觉得没得必要的哈。这五零八嘛，啊五零八，这两个它就跟原来那个五零，跟那箱是一样的啊。五零八，那就不开了。这个五零八，这个开了个五零八，你看嘛，五二零三，是三零二。那这里，那就这三箱就不开了。看到没有？它全是那个，全是那个号码，所有号码都是一样的。不是不是，三个配置。你是一个箱子的嘛？啊。哎，这边。那个嘛都是一样的。五零八，是一家拿的吗？啊，一家。将来我认为是没得必要的，将来我觉得没得必要就开着了，开了的话就你收藏，你喝嘛收藏嘛，喝嘛，一个奖赏喝，如果要跟你加的话，都会都给你加的。他有可能有些是真的，有可能是假的吧，也都可能影响啊。有真的假的，这个胶带必须要动，就必须要动胶带，先不拿这个吹风，从底面把胶带吹了。吹了都二次风箱，就重新拿着胶带再封，但是它肯定有痕迹。哦，这样。肯定有痕迹。如果你不放心，我就给你打开，都给你看一下。啊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没得问题了哈。它是经销商号，它就没得必要了。它一箱就赚一瓶，就赚1000多了。它利润已经够了，它不得冒这个险了。啊，不像以前赚不到钱，现在赚到钱了，涨价969，卖你2000多，它利润已经完全赚够了。你把剩下酒拿出来看。啊，剩下酒。哎，都是一个地方娃的。好，这两箱还是生香酒。好几毛。好几毛。差不多一股嘛，对不对？价格是一样的，差不多啥子？很帅，帅风险多。其实就是飞天换个瓶瓶。啊？土毛换个瓶瓶而已，它是五星嘛。五星就是五星，飞天的酒是一样的酒。我不晓得飞天是一样的酒，酒质是一样的，只是原来飞天是用于出口之后，然后现在国内转出口转内销，啊，这样子的，嗯，一样的酒。漂亮的很，嗯，漂亮的很，巴适很，没得问题，没问题哈，放心，喷嘛，盖子这个。对的，没得问题啊。